也是复古风。跟住系我哋今日个 KOL。这个时间喝这个对吗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Let's try is Chinese this time。今天我们要带大家体验一下澳门的街头文化。我们现在在是斯打口，好，带来看一下这个地区的。这边有很多的街头涂鸦艺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有跟一些澳门的在地街头艺术团体合作，所以他们每年会有一个墙垛艺术节，然后就会在这些墙壁上做一些画作。我们的朋友 Soso， 这一集我们要讲中文。要讲中文了。对。我们去看漂亮的 things。 OK, let's go. How you get here? 坐。坐？ Not, we took taxi. 坐。我们坐 taxi。 澳门的 taxi 都是这样。澳门就是普通的 taxi。黄色是那种最大的。然后或是这种可以上面打开。对对对。So this was a hotel. Not still hotel, but they just have some event. Oh, 这是一个酒店，然后现在经常他们会做一些艺术活动。只有这三天，今天是第一天。哎，我们的朋友菲菲在那边。嗨，菲菲。对。嗨 ，Thank you。嗨。我们来参观。然后13楼也有，然后14楼也有。好，那你会有工作人员。好，谢谢。好像玩一个游戏的感觉，在酒店里面玩游戏。Thank you for coming. Birthday wish. Birthday wish. From our subscribers. Yeah. Hello.这个是房间四级。Yeah, this is hotel, and now they become a shop. 这可以，所以真的可以买东西吗？对，可以啊。Yeah, so actually you can buy something every shop. It's the vendors. You can buy. Yeah. Cool. There's a lot of clothes and everything. Yeah. 哦，原来他们平常房间长这个样子。哦，然后那个 full coffee， 我们要喝那个荔枝。那荔枝1408是在里面，哦，1408，这个是，这个是古董洋服，哦 ，second hand vintage， 哦，这样子不错，但是他只做三天，我觉得有点可惜。对啊。Hello。哇。哇，今天我还带了借来的。胶片相机，我觉得你坐在这个窗口很酷，可以帮你拍一张照吗？谢谢。胶片机。胶片。对。我之前也有在玩。真的可以放。对啊，就是古人会拿来放。嗯。因为我们都是古人。I like this. Yeah. It looks so cool. They have a bell and a short.才第一间店，才三分钟就已经发现真爱了。其实还是可以做出一点点每一间店的小风格，放的音乐就可以。这个播放清单是你们自己选的吗？是的，是的。所以就还是可以营造出一点店的风格。这个景很漂亮哎。是的，可以拍一下。哎，这个房间都。这个是好可爱啊！穿的是有口罩。对。五个就可以中一个渔夫帽。套圈圈。那套这么大？再往后一步吧。哎，对对，这套近就可以。哎，有一个了，哎，有一个。
颜色有分吗？没有分，没有分。哎，哇，很厉害哦，好厉害哦，这么厉害，你怎么会？至少有口罩咯。哎，哎呀，还差一个。哎呀，你怎么这样？可以选一款口罩哦。OK， 这边有三个。哇、哦，漂亮、哦、，nice， 美，好漂亮哦。咦、欸，好漂亮哦。哦，人生果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你想要拿了一个，我拿一包给你。这个呢？好，谢谢。Nice。这是我跟澳门的口罩床。哦哦哦。三五三这个。Happy 仔的那个盖温有一集有采访他，是不是？啊，我没有看那一集。我也是在台湾读大学。啊。学地摊文化。对。那个。马上换上澳门制造的口罩。马上帅气，考试都考100分。然后也是 Vintage Shop， 也是复古风。哦，有这个头巾，好像去了不同的人的家里的感觉。对，下一家，哦，这个是男装，这里是男生的房间，对，看出来。光做房间四级 ，five seven six， 然后门挡，今朝系我哋今日个 K O L 啊，照 K O L， 上一楼啊，每一个人有味。Virtual Garage， Hello 哇，复古，所以你们是。改车的吗？对对，复古之车，改非常漂亮的车，脚踏车也有是不是？还是啊，花式特技的，这个特技的。他们今天有拍摄，这个速克达，啊，这是咖啡。Hello. Hi, BJ here. 好的。我点了两杯欧洲的。哎，我觉得应该能。这个时间喝这个对吗？这个叫做 Bloody Rumi. Yeah, oh my god. Tomato. It's like vodka plus pickles plus tomato juice and maybe some coffee. You will not like it. Bloody Mary. You also don't like. Tell me the truth. Nobody likes Bloody Mary. She likes. Some people like. Healthy? Yeah, vodka is fine. Yeah, vodka is fine. Tomato juice. Actually, that's the only vegan drink we have here. Vegan drink? Yeah, because there's no milk in it. Yeah. Wow. That's why I choose it. 现在往下到13层。Free. Okay. Wow. 淡淡。Cute. 天然的香。Good. You like this one? Yeah. How much for this? 涂鸦，
们这样就参观完了，接下来我们要下楼去吃东西。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的 vlog 就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Say Chinese. I know 差不多 ，and I know 再见。Again. 差不多，再见。再见。再见。说说。再见。再见，差不多。OK。